好，各位大細小台友，晚上好。而家係9:15，30號，8月2022年。咁啊，講一啲最貼嘅新聞，喺中國嚟講嘅大新聞嘅，特別喺黨內啊。咁啊，公布咗就係嗰個20大。就在10月16日召開，但我在上一次節目講咧，就話9月中啊開會噶啦。咁聽你差距唔同咧，就好多人唔明白。10月16日嗰個咧，就大會開始咧，就係、是、拍手掌過場。咁之前咧都有2-3個會議咧。就是部署的，部署晒邊個坐咩凳仔，邊個坐咩位啊？咁啊，好似我哋嗰啲陳近南嗰啲兄弟會啊、天地會啊，啊爭凳仔坐啊，咁啊爭完啦，咁啊塵埃落定，我講啲。花邊新聞啦、啊，即係得個笑字啦。即係人大，全國人大代表都係咁噶，全部投票鼓掌通過咁。咁佢有少少分別咧。如果呢個中共中央嘅大會咧，有少少分別唔同嘅。你唔知邊個人？叫你去參加呢個大會喎，知唔知啊？俾你身為幹部黨員，咁你收到份通知，話幾時幾日幾日你去出席呢個中共中央代表大會啦？咁全體嗰啲黨員代表出席，但邊個安排你去咧？你唔知嘅，因為喺國內咧。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咧，就好古怪嘅。大家做過生意就知啦。永遠俾你嗰啲文件啊、通告文件啊，冇人簽名噶嘛。譬如黨部咁啊，整個虎頭鎮刀咯。政府嘅咁咪有粒星咯，啊，蓋個章啊。冇人簽名啊，所以你就唔知邊個人叫你去出席嘅。所以曾經試過咧，話升級都嚇死就咁解。哇！咁究竟乜嘢人揸住呢個圖章？但揸住圖章嘅人又冇權力。話叫邊個人去開會喎？咁究竟邊又係一堆咩人啊？俾份名單你啦，你叫呢啲人嚟去啦，咁你揸個圖章咁咪吸咯。即係等以前嗰啲喺我哋有啲王朝有個叫掌骰太監噶嘛，佢代表皇帝揸住個玉骰嘛，好大權噶。但他又冇權去吸落某一個人度嘅，係有人叫佢吸嘅嗰、那個，佢又淨係保管個玉牌，保管個章啊，所以變咗你收到文件嘅人咧，就通知你去開會，你又冇得問，一上級俾你噶嘛，所以嗰檔嘢咧就好多人咧就係鬼莫如心嘅。我而家叫做塵埃落定咧，即係話咧，我啲凳仔啊排好位啦。咁我哋據路邊社嘅消息啦，網上消息好，傳媒消息好，外國翻嚟外國轉內銷嘅消息好，綜合咗睇咧，就我哋總書記咧應該就功成身退啦，可以安享晚年啦。咁就根據翻。黨內的規矩
順利過渡，呢個係國家嘅福氣，又黨嘅福氣。起碼咧，權力咧係平穩交接，就唔會話學以前我哋嗰啲王朝都係啦。每一次個權力轉移咧，都經過佢宮廷鬥爭啊。咁啊，而家咧就平穩過渡，大家執過曬位啊。咁咧有一啲新嘅面孔出現，咁啊變咗咧令對外嘅形象咧，所有嗰啲咁嘅外國勢力國家啊，嗱呢啲外國勢力國家咧就唔係我哋形容嘅，係我哋中國啲領導人，包括嗰啲戇鳩部，成日嘅口頭禪嚟嘅，咁啊整咗好多外國勢力，咁啊唔知邊個外國係。邊個外國輕，邊個外國重，我哋又唔識分嘅。總之有一班外國勢力，咁嗰啲新面孔嘅新人士、新作風啦，大家期望咁啊，睇下啲新人士、新作風，咁嗰啲外國勢力咧接唔接受，同我哋嘅強國再展開新嘅交手，啊，新嘅合作、新嘅協調。咁啊，據傳咧，我哋帶頭大哥落台咧，轉順利交接個權力咧，提出咗啲條件噶，即係又仲要再有堅持。當然啦，佢留低嗰啲咩自信乜乜、自信物物，有冇人再堅持咧？呢啲下集分解啦。但我一定要堅持。要抓緊個思想言論，唔可以開放。要堅持咧喺個香港問題咧，又係唔可以放鬆。啊，咁啊都幾論盡啊！但係咧唔緊要嘅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上咗場之後又有第二個畫面㗎啦。因為喺中國嘅官場咧，個個都唔簡單嘅。唔係講少㗎，喺中國官場，你做個幹部仔行到上去做個市委書記都不得了啊！經過好多重鬥爭，好多白懵食雞髀，好多擦鞋嘅技術，啊，好多嘅吹噓，你學曬成套嘢先行到上去啊！仲有人收你做僆啊，因為你就寸步都難行啊！唔係講少㗎。真係未講少啊！中國官場啲水好深，唔係學我呢啲咁嘅香港仔啊，古靈精怪啊，啊又話搞乜搞物，搞風搞雨啊，搞民主啊，民鼠你都冇機會俾你做啊！老鼠個鼠啊，做民鼠都冇機會俾你做啊！講盡殺絕你，知唔知啊？你睇到啊，而家香港。走得嘅走，收聲係收聲，啱嘛？走咗去外邊都唔敢多講嘢。嗱，呢個就係共產黨嘅威力啦。唔到你唔服，拗頸就無謂，係嘛？因為點解咧？我曾經漏過一個海外嘅朋友，佢做 KOL 嘅，我係同你開個麥，如實講中國同香港。點解會撲街嘅情況？佢冇啊，大師，我點樣死人嘅啲？我咪屌你，我你踎喺外國咯。而家我哋引用鄧小平嘅精神喎，實事求是喎，咁都唔夠膽？佢唔掂嘅，唔掂嘅，猛話唔掂。所以你哋大家咧冇咗呢個節目聽嘅，因為我一個人做獨角戲無謂啊嘛，冇癮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你要揾翻個對政治敏感啊！有膽識啊，咁嚟做啲節目咪好聽咯。譬如而家阿陶傑包喺英國，佢夠膽同我開一 part， 啊開講幾 part， 啊放盡嚟講嘅，啊共產黨有咩好處？點解要支持共產黨？嗱呢啲要講嘅喎，因為佢無論點變化咧，講個笑話啦，喺我嘅心目中，
無論點樣變化點樣唔好咧，我都支持共產黨呢檔嘢嘅喎。因為你嗰人衰啊，政策衰啊，唔會永遠衰噶嘛，人會死噶嘛。但中國咁龐大，你冇一個咁組織能力去帶領呢個國家咧，係絕對唔掂嘅。你只能夠你去俾方法佢，提醒佢，鞭策佢，啊，批判佢，等佢慢慢自我完善，冇計噶。除咗之外有咩計啊？有權力喺手嘛，扎要公權力，啱啱啊？任意妄為，又冇監察系統，又冇傳媒嘅監察，乜都冇，係嘛？佢嗰本憲法嘅當你擺喺度做樣啊嘛，啊！所以我嬲嗰啲海外啲朋友一齊開咪，啊，做翻幾拍節目，啊，實事求是，將成個中國而家咁樣撲街嘅局面個原因喺邊度，未來去走咩方向？啊，希望啲領導人咧夠膽。今日先至同人飲茶，琴日好似，琴日啊，嗰度人食晏晝咧，先至有講起中國究竟先至可以點埋到未啊？屌我好簡單，真係好簡單。第一，個中台咧一定要簽個和平協議，乜嘢都唔講，保持現狀50年先。保持現狀，唔好喐中國同台灣嘅局面，即係你搞你嘅，我搞我，呢個好重要，唔使大家俾啲鬼佬呃錢啦，買曬成堆架撐，過幾年又話過期啊，買新嘢啦，係嘛？唔使俾人興風作浪啦，方安無事都幾十年啦，台海都冇咩大變動啦，係嘛？你驚佢六沉咗咩？呢個首先要做嘅。第二，香港咧要快啲立咗個23條，代替咗國安法，跟住咧配合搞個特赦令，政治犯嘅減刑一半，放咗監之後咧3年內冇犯法嘅，案底取消。就算而家有啲德政都要做噶，我超過有案底嘅20年嗰啲。好輕微嘅案底嘅就直情係取消，不留底。有啲係坐一年半載監，或坐幾個月，佢都超過咗20年以上咯，咁咪撤銷咯。即係呢個德政嚟喎，即係將佢嘅人生污點咧，你同佢抹甩咗。其實呢個真係德政嚟喎，咁你個社會嘅氣氛唔同啊，好多人可以抬起頭，唔使屈屈。不搬嘛，啊年少輕狂無厘頭咁啊，即係啊幫人帶啲丸仔賣下咁又中咗招，又俾人利用咗又唔知道。其實呢啲新特首要考慮嘅，啊超級特首要考慮，坐一年監唔夠嘅人，一夠20年咧個案底咧自動撤銷，滿咗20年冇犯法嘅，呢啲真係德政嚟。值得考慮啊！超級特首，你做咗呢啲咧，咁啊真係功在社稷，令嗰年輕人咧有朝氣。佢10多歲犯咗法，而家30多歲啦，咁啊中年啦，你點解你唔俾個好嘅機會佢咧？係嘛，值得考慮。我第三樣咧，就要揾翻我哋毛澤東主席嘅精神出嚟啦。喂，我新疆、西藏、內蒙，唔該你全部搞嗰啲聯邦自主國，差唔多半獨立嘅，你自己選領袖、選主席，選完之後咧就中央蓋印背書認可，唔准你即係等於蘇聯嗰啲共同體一樣啫嘛。咁你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就唔使每年俾幾千億養呢班牟利啦，掃咗西藏人啦。譬如而家你新疆有幾百萬三幾百萬平方公里嘅，誒唔該我俾50萬平方公里你畫一條線，
你喺度自己自生自滅。你咁撚中意獨立啊嘛，而家俾你獨立啦。只不過咧，個主權就係國家嘅。咁你可以去聯合國攞錢，西藏又係。啊，你西藏搞完之後咧，就成個印度咧，西藏作係緩衝帶啦，冇撚咗中印嘅糾紛，關唔差事。啊，你真係你自己真係搞撚掂佢。喂，而家搞嗰啲咁嘅地方啊，啲美國佬咧好撚聰明嘅，佢哋個琉球啊，唔撚要殖民地噶，同個思維同以前唔同噶，搭翻嚟替死啊，養嗰班咁嘅冤鬼，係嘛？好撚難養噶，個成本好重嘅，而家乜叉都貴啊，唔係講笑啊！你共產黨應該有呢種氣魄。如果鄧小平再生咧，我有啲惆悵噶。一當年我係翻去做工作咧，屌咗，我又唔中意攀援噶嘛，淨係同阿楊伯伯佢哋有少來往噶。鄧小平嗰啲我冇，即係喺佢啲仔嗰陣時見一兩打招呼，冇正式來往啊。如果咪自己有陣時都，唉，如果早啲俾多啲橋佢咧，老人家夠膽識噶嘛。死數嚟嘅，計俾佢，佢哋連俾幾千億讓你站屋嘴喎。話而家佢有成二三百萬尺平方公里，屌我咪整五十公里俾你，咪掃撚走曬去踎喺嗰度咯。嗰份嘢頭赤啊，但冇領土冇俾佢嘅，主權都喺自己，啊唔影響我，又話咩分裂中國領土乜乜，冇分裂到，只不過係俾全面嘅獨立自主啫。啊！你叫新疆共和國乜叉都好，係咪先？即係蘇聯共同體咁啊！佢見到好玩啊！要大刀闊斧咁咪而家治天下要，你唔肯濕滯㗎？好嘢八婆咁撚樣，屌你乜講過又唔算，啊！即係若講撚咗嘢，下晝又唔撚應，係咪？即係啲流民作風，啱唔啱先？咁而家佢哋召開呢個十月十六呢、這個二十大咧，九月份就要開好多會噶啦，執好曬啲藥，擺好曬，邊個嚟邊個去，係嘛？叫 set 圖坐。但你 set 圖完之後開完，你點令到個世界接受你嘅新嘅形象咧？呢、這個真係講功夫啦！咁你整隻白卡仔趙立堅之流，屌你咁又話打老婆，又話有小三有小四，鬧撚到全民即係成個輿論都知嘅。整個華大媽啲咁啊唔家產，又話有幾多餃子店喺邊度，台灣幾多間便當，點解整中國領土點解噏出嚟俾人廢話笑，笑撚到全個國際社會都得個笑字。呢啲人就唔用得噶啦，中央領導啊！堂堂中華民國俾人笑啊！屌你都冇人才咩？整炸油出嚟，屌你啦！冇喺口閪面，係咪啊？由邊個國土睇來？屌你啲買水咁嘅樣啊！趙立堅嗰啲華春瑩嗰啲成個大媽咁啊，大佬咁啊搞笑啊！大佬中國咁撚多人才，揾啲好款啲好唔好啊？乜電視台都咁撚多口齒伶俐啦！你做發言人咪整啲稿叫佢讀咯，都喺我整嗰幾隻咁嘅衰嘢啦，係嘛？丟鳩中國人假啊，大佬！嗰王毅咧即係掃鳩佢走，而家呢個吳家產即係搞跳船啦，屌你聞撚到攞味啦，啊！扇鳩我哋集大領袖啦，幾撚聰明嘅條友喺兩年前，唔知舊年啫嘛，成立個習近平外交思想中心，即係話乜撚嘢都係我哋集大書記搞嘅，唔撚關佢事。一早就報撚咗個咁嘅局喺度啦，呢啲咁嘅撚樣，睇撚見前面真係後邊啦。佢嗰啲咁嘅格咧，就喺香港啲范徐麗泰啊、譚慧珠啊、梁愛詩啊咁啊，蝦毛西嘅款，王毅啊，成班唔得產啲土共，頂香港土共嗰啲嘴臉啊，走攬啊，屌你咁收風啊，左閃右避啊，冚家產。周圍兜兜搭搭啊，混水摸魚啊，
冇撚興㗎，你班友搞啲基金啊，走去周圍打人心口啊，攞住個慈善招牌，啲土共啊！阿超力特首，你清眼長咗呢班咁嘅土共，啲咩老鼠？屌你咩社會老鼠啊！屌你咩蠶食社會噶，你唔撚使嚇氣噶，你話撚俾中央聽，揸撚住要領戰。啊、清場冇撚搞，各就各位。但有危機，好大嘅。睇下新一屆嘅中央領導層識唔識拆彈，真係危機好大。佢哋喺嗰個歐美的戰略上呢，看到你共產黨的野心，成日又說東升西降，跟住又說什麼成日又吹水說自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、隨時又講過你的，你講些東西看死嗎共產黨、現在變成你好了，跟住你輸出那些犯罪分子去撚到邊度，衰撚到邊度，咁啊最撚肉酸啊！打個孔子學院嘅招牌，就唔係賣孔子嘅藥啊嘛！一全世界封鳩你個嗰啲孔子學院啊，啱唔啱啊？當然孔子嗰套嘢都落撚咗後啦，唔撚啱你個時代啦，係咪先？好撚小氣啊嘛！孔夫子當年都係咪啊？都要有容人之量嘅啫，你咁嘅柴仔。周圍拿啲嘢，周一鬥兜兜搭搭咁啊！孔夫子，所以咧，你而家中國咧要重整個文化。第一，政治上要安定，要搞正話我所講嘅台灣、新疆、西方嘅問題，全部一刀搞撚掂曬佢，全部冇喐，全部各就各位，政治上安定。跟住要搞經濟。經濟呢，你就唔好再同人追嗰啲咩芯片啊、晶片啊，都嘥撚氣。我只係做你落嚟第二陣嘅嘢，精益求精，即係等於學印度做嗰啲由236嘅核子能力，做撚到美國佬都要揾佢嘅。屌你啦，你冇資格做大頭大哥喺個科技創新嗰度，你冇撚咗個思想自由病嘛？點做啊？特別文化方面，你國內更加喺呢幾十年都冇得俾人哋有創新自由啦，搞乜撚嘢啫？有自知之明啦，你有咩人才啫？係咪啊？咁你咪做嗰啲二線嘅嘢咯。你咁撚多非洲 friend 咪賣撚翻曬非洲，幾有個國家嘛？非洲咁撚 friend 嘛？你亞洲有咁撚多 friend 嘛？嗰度個國家，你咪燒去嗰度咪啱咯。你想帶頭做一哥，當然鬥科技創新啊！點解你發夢冇撚做啊？咪講笑啊！好啦，既然間唔係冇機會有呢個江湖地位搞呢啲嘢，你跌埋心水專攻嗰個糧食。在中國怎樣改良那些土壤，怎樣去防風，怎樣去減低那些污染，怎樣去節約能源，做好個環保，山明水秀，製造啲糧食呢，全世界呢最充足的糧食呢就是中國的，因為世界一定糧荒，我告訴你個天氣這樣變化，咁嗰時咧就最威啦，係你啦。跟住咧，利用嗰個大自然嘅環境，全面做咗中草成藥，幫歐洲合作。咁啊，富貴噶啦，唔撚使再研究啊，就地取材啊，用嗰啲歐洲啲有江湖地位嘅國家藥廠同你合作，全部佢同你燒。
你又唔好眼红人哋赚钱，要自己由头到尾做捻埋。佢抄你唔到噶嘛？你大自然嗰啲草样，佢边有嗰气候啫？点可以生长到长白山人参先？系嘛？所以一定要用呢啲方法去经济。我变咗中国人瞓醒大有钱咯，因为嗰啲草药你瞓着觉，佢一样生长噶嘛，唔使年年改款啊嘛。人哋冇得抄喎，几捻安乐啊？其实中国人可以好捻安乐噶。你搞啲农民就地取材，边个省市边个地方有啲咩成药，以前祖先留低嘅，咁就全部叫全面种绿色黄金，搞捻掂个粮食。同佢鬥安樂啊！屌你咩科技唔該你搞，咁啊揦撚住炸核彈擺撚好咧曬位，係嘛？點樣潛撚好曬啲彈？嗱我啊唔撚恰你，你恰我咧，我拉雞咧！屌你咩全世界地球毀滅，同你冇攬炒，蘇力浸嗰個 call 呢個就唔撚敢恰你噶啦，即係留我有一個最後嘅掣喺度嘅，一撳咧就屌你咩！整个地球爆炸，等你老母冇人搞，即系我唔搞你，你冇人搞我。中国人需要行呢招，唔系讲笑啊！特别俄罗斯，你要顾捻住佢嘅隔篱左右，你真系要话俾你冇得喐啊！北极熊，你老母揿掣同你揽炒嘅就最多咁，制捻住佢咯，做到噶。你打人就唔得，中国咧系足够能力咧系防止嘅。好啦，咁你搞翻好自己國內嗰啲人嘅道德原則文化先啦，大佬。有一啲做生意嘅人冇底線，揾到兩個錢又食幾多十萬一餐，嚟駐港嗰啲咁冚家產垃圾低 B 幹部，你老母冇幾十萬支紅酒又唔撚飲，啲茅台冇五十年嘅又唔撚飲，啲乜你嘅所為啊？你啲中聯辦啊、港澳辦駐港啲冚家產搞咩啊？屌你老味閪！你中國啲大陸中隊點做嘢？有中紀委瞓緊咗覺啊！而家叫好啲啦，諗俾啲冚家產夜晚出街。自從嗰個紅門夜宴啊，閪緊咗啦嘛，古靈精怪都未聽到你話將條紅門夜宴個冚家產拎去落鍋啊！冇撚咗味啊！唔撚使開快腦筋啊！筋撚完你要公佈天下噶嘛，話俾人聽你中國共產黨。啊，是很嚴格去執行你自己家法的嘛，是吧？法律制裁不到你有黨規的嘛，沒領了味，想到搞什麼？大羅大鼓，搞紅門夜宴，兜兜搭搭，是吧？水鬼星城王，屌你老味，怎麼樣做領導啊你們，對不對？好，叫大局預定，啊，咁啊，大家再吃花生看戏，还有很多好戏看的，为什么很多好戏呢？他迎北上大夫，但他下面的马仔啊，带头大哥下面的马仔现在就怎么周围跳跳闸啦，又要跳船啦，又找堆埋啦，又怕要秋后算账啦，啊，几得热闹啊，大家看着啊，慢慢慢慢欣赏啦，吃花生，是这样先。